这个是射手里面最怕的。直接反红，直接反红，必须得大节奏，不大节奏就把空空打。那个婉儿可能上去了。狂暴的婉儿，然后疾跑的歌阳，把这波可以给他打断了一个二技能，那个露娜又过来，干扰把小坤坤打死，不是小坤坤，王多鱼，他们两个全玩蒙恬。我再掏一下露娜的头，哎，我靠，拿到了。露娜1700的经济，我操，1700的经济真的是烂了。露娜我3000马上4000，他这把废掉了，你还敢秀，我靠，这个露娜跟野挂一样，现在还敢秀，我拉扯一下，你敢飞，你敢飞，直接死，被猪给单杀了，往后面撤出来，对面红又刷了，红加龙的一个节奏点，对面直接输，这把稳赢，我看错阵容了，对面两个射手，对面是牛马，我还以为车队呢，两个射手那对面必输，出一个什么不祥眼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波的话就是先把防御塔试着压一下，顺便带什么技能，带的干扰，不能放干扰，来让我吃这个伤害，一起吃死不了。没订阅的兄弟们订阅一下，这个上电视马上就要开了吧？应该，来一毛钱给你看一下牌子。
这真是把对面乱杀了。马上破局，打的对面直接心态炸裂，这个露娜经济直接被碾压。应该是小带车队，可能是还能打这么多字，还会嘲讽什么的，不是嘲讽，那样打字，或者是几带几的那种。我这边要撤一下。他能看出来我的实力，兄弟，他能看得出来我的实力，他肯定是小奈级别。怎么说我6000战力，这小猪头。7000分离气。小猪头说6000，我得说自己7000。拿下，拿下。还能看出来我水平，绝对是小带的那种。